蔡总统唔免哦，用少年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你好好啊，拼你的外交；啊，韩国好好啊，拼伊的外销。城市外销，城市的交流，有城市的定位。伊啊，更唔是总统候选人，唔免遐青做啦，也唔免遐紧张啦。假使啦，万一韩国如进入做候选人的模式就对了。大家重新开始，当然有一个过程中，哦，农渔民，咱看这个节目的朋友，我爱小可敬敬一下。这个汉俊兄可能有较急吼，伊、哦、讲这个咱农渔民做恁尽量穿，安那穿安那袂，我讲唔忙，千万唔忙安尼啦吼。咱因为这计划性的生产，有订单无表示你种啥物拢卖出去，吼、哦、啊，海基新这我去过，因为我。台南市东部甲深圳是交流城市，所以我真清楚。那么海基新这边的通路确实是真宽，但是唔是讲有订单了后啊，你进巴拉得当卖巴拉，进往来卖往来，唔是安尼哦。这是有季节性，而且有时节性，而且每一张订单咱最基本就是讲，有遮尼侪订单来，得先呐爱事先先去做。我唔是瘾头的呢，我去提订单转啊，啊你无回人出边呐？这订单包括市场伊过去伫北农的经验，就是讲，为什么咱的果子大销的时阵价钱会歹？就是因为通路不足，通路不足，产量堵牢，堵牢了后，生意人我当然六块变四块半，四块半变四块，甲你卖嘛。所以伫这个情形下，变作去提订单内底爱有一挂紧急配置的，譬如讲。哦，郭台铭当署长，伊，我来，什么货杜老紧的用了，伊才会当来吃，但迄是有限嘛，你袂使讲啊，规个往来叫紧接规个落去，啊，大家进了，即马你即句话若无订正了，对，令你韩国的得钱嘛，啊，我紧接好势啊，来，你叫我穿的哦，你讲我哪哪穿，你要哪卖哦，哦，所以这我伫遮，因阿袂转来啦，当然，说农民要冷静，要再仔细研究一下，何以。哦，啊，有订单，大家分片，大家拢会得利。不哩个，你唔通为着即句话，因为即句话安尼讲，你若讲，嗯啊，总干事咧讲，你署长咧讲安尼啊，大家傻了啊，做了。哦，这咱农渔民真巧啦，吼、哦，我想这点爱心，确定清洁无会歹呀。哦，因为每一张订单的特质无同，海基新伊这是一日直接有管2000万以上人的饮食，所以伊下底阁有12个行政区。所以这个通路是真大，那么伊摕到的订单嘛，不一定是单一项的，啊，佮有区人的啊，比如讲我龙鱼，啊，即个加工品，其他的加工品包括鲜果，那么鲜果的运输，哦，那落一个港口，所以今嘛咱已经渐渐伫高雄呢，已经建立一个模式，所以韩国卢伊卡来讲，高雄的部分包括我台南，哦，我嘛会当拜托伊，包括嘉义，像那嘉义的人讲啊。我有若拜托韩总啊，倒卖一下。但你也了解，唔是讲往来拢总会当出咯。共3月18到3月20往来，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往来，唔是全部拢会当外销哦。有的所在甜度无到遐，你就无法度；有的所在水分上悬无法度。所以咱是通盘咧检讨，啊订单落来通盘分配。啊，万无万少，袂讲啊，我敢那照顾高雄的、台南的，我唔免插伊，伊嘛袂安尼做。不哩个即款的订单是安那，因咧讲，民进党一直咧反驳讲，咱阮今年、去年阮卖50几个破几单来的记录，我要甲时代恁报告。你讲的50几个的美金，迄是包括加工品、哦皮啊、哦加工、哦羽毛、哦这，迄拢算农产品哦。啊，包括往来做的往来所，甲咱买3块的往来去做300块的往来所，伊算300，其实咱往来较卖3块尔，所以迄个数字是骗人的，唔是讲骗人，有迄个数字，但迄唔是咱的正港，咱直接农渔民会出口达的迄个农渔产品嘛，所以咱爱的就是讲伫农渔产品的这个实质的部分，和农渔民的生活水准要提升，你的收入要提升，今仔的通，才摕到的64个的通路，无迄个灌水的，哦，唔是讲迄个3块变30块的，拢总实实在在，
就是咱市场交易果菜市场交易的农渔会，所以这个可爱是可爱在这啊。为什么对三亿会当变三十亿，三十亿会当变三百亿？因一直咧扭曲抹红，什么这种大陆的啦、通奸啦，无所不至啦。我跟你讲，恁心头了好听，做你家种，做你家吃，因为这所有的订单也无一定全部拢大陆的，嘛真侪台商甲咱帮忙，嘛真侪美国、加拿大的生意人。看到安尼了后，通路商伊知影台湾即马水产的冷链处理、冷冻技术嘛真水，所以因愿意继续甲咱帮忙。足侪阿妈伯甲我讲，因囝伫美国，伊甲栽培甲读博士无转来，三十多年无转来，但看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带铁厝，伊讲阿母，到美国的农夫一日做五点钟，带白种。阿母，你一日做十五点钟，你带铁厝，谁啊？台湾的农民生产的物件得到的是一间铁厝，美国的农民做五点钟，伊带的是白种，因为咱台湾无通路。那美国总统要跟大陆计较讲贸易谈判的时阵，就爱去拜托个，黄豆给我买几百万吨，玉米给我买偌济，猪肉给我买偌济，牛肉给我买偌济，果子给我买，人拢一直咧推销农产品。咱唔是一个遮大个市场，囥当咩？咱个总统走去抱美国个大腿，了后放互恁去死。啊！你出我卖偌济？恁遮菜市啊货，韩国个你外高卖，看你外高卖，你孙悟空会跳天，大闹天庭，十八栋啊，遮牛，佮兼甲你克制，替农民做一寡代志。伊无要卖，无担心。即马咱咧卖，甲咱克制。啊！人美国啊一直咧卖。啊！无你去美国，无看过，无食过猪肉，嘛爱看过猪颈咯。你嘛看人一直咧要求大陆家己买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是安那？你做袂到，你袂当把咱的子民当作你家己的子民。你敢嘛讲买飞机大炮作枪？吼！啊，你就会当对抗什么人？庶民的经济，民以食为天，甲咱基层只烫只脚的老汉食袂饱饭，咱只农民、渔民三顿袂过饱的时阵就对啦。什么人做都同款啦，就是甲你拼啦。所以一摆的选举经过了，为什么一个市长愿意放下身段去咧救农渔民的温饱的时阵，恁就是甲苛责、甲苛刻、甲扭曲、甲抹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惊伊出来含你算嘛，你就惊伊出来含你算呀？为什么？因为伊摕只订单，伊得到民心嘛。啊！我唔是讲安尼，阮就好足足赖送啊！我嘛无安尼，我嘛讲赖清德、蔡英文，恁赶紧去买。所有世界的通路，无一定干那大陆了，东南亚、美国、日本，倒位有通路，你赶紧去买。你无买无担心，佮掺日本啊，迄个核能污染的食品要佮嘟嘟转来，啊！你倒边行，无怪农渔民唔听你嘛。所以即摆的成果呢，有。不离个阿伯，迄撮头壳疼，恁无了解啦。我干那摕着订单了，要怎分配？我手内唔是作一个订单呢？安尼七八十卡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即卖人听到两家手内有迄落山影订单，啊山影即卖开花啊，五月底开始较要收啊。五六月的时阵，伊讲两家啊，要我偌济？吼，万无无万少，大家分配啦。这个是大家分配，所以伊啊，佮有政府高雄市政府的农业系统。开始去调查，所以过去农委会你做无到的，即个农民、渔民养殖偌济面积，啥物货偌济，你敢知影？甲阮买文旦的人，伊你敢知伊即马安怎用？伊即逝转来，伊用空拍机起来，你讲要卖我五十卡货几条无？你有五十卡货几无？恁即班有几个人？伊空拍机甲你翕了，翕了来去一张树啊，甲你翕，看开花开几蕊哦，六个六几蕊，你收割了后偌济？你有能力教我偌济？人采讲是安尼呢，所以所有买卖交易双方欢喜。即马去，伊要哪伫高雄分配？分配了讲，哎、欸，两家啊，啊你台南遐吼，遮一挂订单恁遐靠过来，屏东看，伊敢会讲干那卖高雄的？我迄时你去，我讲用台南一样啊，通通有奖，就是讲啦，伊唔是干那为高雄，坦白讲，所有订单集中伫高雄，伊无一定交会出来。因为三期集中的时候你出袂哩，三期无集中你无货，啊，你是不是爱搁对屏东、高雄？所以整个南部地区的农渔民都受惠。本来就贵的嘛，
而且伊到伊去到讲，我敢那卖往来卖白蜡尔。中部的果子，你敢会知影伊无卖？因为这个市场遐尼大，所有包括伊在苏南讲迄个江南果菜培育中心啦，哦，你也想讲所有的世界的领袖啊，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啊，菲律宾迄个杜特地无穿，你穿又门比会着？人伊看美国啊，抢赌抢抢的，去看习近平啊，就讲哎，今朝加买挂，抢抢的讲今朝加买挂，往来加买挂。你敢知影？即马大陆甲菲律宾买偌济，今朝买偌济往来？啊，恁讲这个做定地订单啦，甲咱停起来，咱会死对唔对？日本啊，甲咱买哈尼济今朝，雄雄甲咱停起来，有死无啦？迄种是毋是政治订单啦？恁敢捌甲日本啊讲一句半句？你开的金蕉，即马全部拢去啊菲律宾买，啊，即马是安那？为着南海，为着抢钱鸟，为着对付咱的渔民，金蕉无甲咱买。啊，你即马规个甲菲律宾买，恁敢有讲日本人这就是对台湾政治订单，甲咱扼杀，害咱的金蕉规个崩盘？恁敢有安尼讲？无啊！大陆要甲咱买，你就讲好，这来令你停起来，咱会死哦。令你来即马甲你买足济，汹涌停起来，咱就倒哦。你用安尼风口路用啦。所以大家清楚，订单通路是王道，但是王道转来有当时啊，言多必失啊。有人我讲的哦，这还是要有计划性的种植。对，这李署长是好意哦，伊就是讲，因为过去无接到这样子订单嘛，但当你接到了后，你也讲啊，农民你做恁种哦，唔免烦恼，咱有一个卖菜人做后卖，伊会负责啊，惨啊！到一日杜老的时阵，这句话会变作伊阿打，所以我伫遮先要修正一下这个呼吁，先澄清一下。